天空跑酷马上开始，选择你们的飞行道具。啊，七彩翅膀好好看呀，我想选它。让开，七彩翅膀是我的，我要这个飞碟。白雪，只剩下这个大西瓜了。那我就选这个大西瓜吧。白雪，你输定了，你的大西瓜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好了，天空跑酷开始，我们出发了。你们的速度太慢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地喵是我的，追上去。西瓜，你飞快点。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。啊，那我岂不是要当最后一名了？白雪，别担心，因为我们天空跑酷可是有很多陷阱的。哇塞，好多金币呀、啊！让我把它们都吃掉。吃得我好饱啊！主人，你怎么突然变这么重啊？我飞不动了。艾莎吃掉了所有金币，现在变得重，七彩翅膀的速度大大降低。不是我的了，飞碟，冲冲冲！我躲，我躲！啊，烟雾弹根本碰不到我！飞碟，别动，我不有问题，我们快躲开！啊，七彩宝箱，里面肯定是好东西，嘿嘿，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。大宝获得七彩宝箱，飞碟速度提升。啊，飞碟飞得更快了，里面肯定是我的了！我飞，我飞！艾莎，你怎么飞得这么慢啊？我要超过你了！主人，我好累。飞不动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好吧，那我们去云朵上休息一下吧。站到了，站到了，我要和你融合在一起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白雪碰到了进化云朵，西瓜飞行道具现在进化。啊，这里怎么有一个洞啊？是我出不去了。白雪，看来你是最后一名了。主人，我现在恢复健康了，我可以飞得很快了。第一名是我艾莎的，我们冲！啊，我马上就到终点了，里面是我大宝的了。别在这做梦了，第一名是我的。可是我才是第一名啊。神龙冲！恭喜白雪，你是第一名，大宝第二名，艾莎第三名。啊，可不可恶，白雪都怪你，是你撞到了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白雪的飞行道具不是西瓜吗？怎么变成了神龙啊？白雪作弊，请问仙子，第一名应该是我的。是我的，应该是我的。我就是西瓜呀，只不过我从西瓜进化成了神龙而已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身为童话王国的子民，你们要做出表率，不能让大家看笑话。对不起，精灵仙子，我们错了。